대박 이거 달라 이렇게 말 不知道是哪个中东菜吧，对，他说是到底是 Middle Eastern dessert，OK， 然后我现在就425，OK， 然后我点了炸鸡柳，明天点泰国，又走我们根本就没有吃了。然后做饭他去点了，然后他说这是他同事去巴黎的时候吃过，然后他买了两个，他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室友，所以买了两个，我都哭出声来了。然后反正这是一个晒开胃的汉堡，就是我们俩吃的最好吃的里面，我们都尝了一个，贼好吃。但因为当时有多少人在，我也很菜。然后但是他给我点了特别的味儿，然后我也点了一个碗。 我喝两口的，而且还说为什么只喝两口？不是说很好吃吗？确实很好，可喝了，就是 watermelon meat， 那个汉堡实在太大，我真吃死了。炸鸡我没吃，没吃多少。然后这还是刚才放的，最后到回家让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这个我一定要撒上去，这个特别好吃，这个蛋糕。那是 Lawrence 给我买的，他说他做了治疗这场经验，然后我也说了，他说是，而且当时他说问我家里有几个人，说两个，他就立马买两个，我还推辞的说不必要。 我们俩可以吃一个，他只是又买两个，真的，我都哭了，Oh my god！他说这是巴黎的，然后搬到了纽约来。啊，Lawrence，I love you。哦，洋洋，我的桌子这么的乱，因为马上就要走了，大家都收拾了。刚才去梦琪买了一罐包，哎呀，收纳包。它这个顶上说是 hanging page， 啊，反正这里有小包吧，但我觉得它supposed应该是装一些化妆品，但我想把装电子设备，然后这还挺，是的。 就是拆卸挺好拆卸，然后就很喜欢，可以对的。也是想要搞它装我们充电宝一类的东西，好点像。其实我已经有这个包了，不知道也不算是盘式很好的样子，但看着确实蛮好的。这里面已经装了东西，对。但是我还充电宝，一些其他线的。我想说这个可以托运了，然后这个就装到我随身包里面，至少可能也不是这是吧。我就想装一下试一下。 这个是我今天去高尔斯吃饭的时候，之前在等他，然后我又去充了一个暖盒，啊，所以选这个 Happy Birthday 系列呢，我是觉得啊，反正也要离开美国了嘛，然后这就当做是我的一个新的开始吧，然后所以就买这个 Happy Birthday 系列。这 Happy Birthday 系列其实每一个暖盒它里面真的是跟小熊一样做的，嗯，是这几个就是跟小熊一样，其实这些举气球的我都还蛮喜欢的，嗯，每个都挺可爱的。哦 ，so cute。 是这个，它叫什么？它叫 Heart Hug。我真的很喜欢粉色你，嘻嘻。我刚才去和就是去了老王子，然后还顺便去那里的超市，然后买了这个冻豆，然后想着喝点水给吃，因为我看到他们水泡了酒了。当时也是随便瞎买的，然后看了一下小红书上，然后我看小红书上好像说，嗯，说好像还蛮好吃的样子呢，还说中国没有还是怎样的，反正就是水泡开了就可以吃，就看起来应该还不错。
常，我希望就是我在抽烟的时候不要把它给拿出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在高铁的时候吃一下了。我现在要烤一个 cheese bread， 这是以前上班的时候 Harper 成天买，然后成天就偷吃 Harper， 就巨好吃。然后上一次 Harper 在 Trader Joe 也买，然后我今天去 Trader Joe 也看见，然后我就也买了，是这样。哦，这就巨好吃。上飞机就要带一点，上飞机应该可以带吧。然后现在是350度的预热，现在只有150度，到350度的时候，然后你去烤，8分钟就烤好。耶，好啦，哦，超级香的，天。两个超香。